Yeah.
跟贤贤来为我们讲解。想多少年龄啊？各位前年甲各位两传书，各位前江苏各位前年，大家多安。啊、可以刚才点下去就可以直接变成一本书，点开这个右边的箭头，好、哦，它就会像书本一样，直接一页一页的放。然后右边那个目录，你知道，比如说你看到第六章，就点第六章，这个道长请一路，右边那一本，对，那本。好、哦，这个是大家有没有听过《论语》？哦，就是孔子啊。哎，《论语》呢，就是孔子的弟子哦，把孔子生平的言行举止记载下来。那这一本呢，就是哦，当时有缘跟在道长心经学习的前贤，他把孔子的言行举止把它记录在这一本，哦，所以这一本就是很值得看的。好、哦，我们再下一个，再下一个呢，就是口天啊，道长的著作。哦，当然呢，我们网页一定要放那道长的著作，七本书，重要的七本。哦，可是呢，因为道长著作早期都是那个版书，所以没有电子档。那我们那个李美艳李老师非常的发心，他就发愿说要把道长的书变成电子档，可是很辛苦，他一个字一个字打，所以目前只有珍藏宝鉴跟心经常回是有电子书的。那其他呢，后续上面都会注记说，请到中心联络我们，跟我们拿实体书。对，就是引诱他来，对，好、哦，一样哈，一样哈，就是真好，而且那个有电子书的一样都可以打开。哦、我们道长哦，以前上课的书记录下来，哦，比如说这个真好，我相信大家都很耳熟能详。这个影片有字幕的影片呢，哈、哦，是某一年的道长啊，陈道今天是做的有上字幕。那对于新道亲来讲，有字幕的影片看的会比较了解，比较轻松。那么辛苦，这是更需要内修的功夫。对，所以我